Hello， 大家好，我是范 Terry。今天我们回到黑色纪事罪恶之城，让我们欢迎伊旺。Hello， 大家好，我是伊旺。伊旺今天又来我家了，耶！那我们又要开始 rush，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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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剪鱼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帮我们点喜欢，还想再看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哦，所以嘞。Good evening。我跟人家打招呼没礼貌。他可能稍微点一下头也说不定。这根电线会有用的，但我现在没办法对他怎么样。电梯坏了，我修好电梯，傻眼！你们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型，只是保安不见。这栋大楼也太那个了吧！这个是什么做的？哦，一个模型被锁上，然后这个是什么密码？现在还没办法做任何事。我有枪，钥匙，电梯和钥匙。我刚才想说，我只有一个模型，我可以干什么？原来它是开双边的，电线的中间部分也被剪掉，我应该可以找到替换的线。对，一边一个。可有的时候他们也是要那种一组才会，可以用。但是我要把它弄下来，对不对？看起来没有问题。布板，这个吗？啊？就是那个、啊。看不出来。这样吗？不是这样。它是那个，它现在写十的那一行，就是说那一行里面有十格是可以被填起来的。对。然后像他说，可能一假设这样好了，他就是说他有三格，但是他的分别是分开的，就是他是单独一个。然后一个一个，像三二的话就是三个在一起，然后空格，然后两个。哦。所以应该不是这个图形，好像不太一样的样子，我也不是很确定。再点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是满的。啊。所以它应该。天哪！这个有点一哦，这个也是满的，我觉得满的可以先没有一的话，就代表说它是一啊、哦、是十一，我以为是一一，这个才是一一，这个才是一哦，所以横是十一。大图跟我们想象中的，还有一个 C 啊，这边也是一个 C。那你看，它就会锁起来，对，它会提示你。五，像八的话，你就可以先填八的那个部分，因为它是从下，所以它是这样一整串上去的，一整串都是八。对，没有，最上面这个没有。哦，最上面这个没有，那个没有，然后往下，因为它等于说它的八是要在一起的，八个数字要在一起。
真不愧是遗忘。然后我们现在还差，然后九也可以。九的话你可以先按中间那几个，因为啊九的话应该可以全按，因为你说那一行是十一嘛。对啊，一行是十一，它横的是十一。所以你把它取消掉了。嗯，然后五，然后就补钱。哦，果然有遗忘，快很多。还是另外一种那个，那个什么，那手机上面好像什么叫填格子，还是什么东西之类的。哦，也是一个很像益智游戏的东西。I hope this will work。特定图示。修好电梯，门都不用关的。重点是我们要去哪一层？Done. Wire didn't hold. What a jinx! 哈，OK， 这是要计算了吗？不是，你就看说明啊。哦，应该是哦。将引线放在正确的卡槽上，这样它们的总和等于两个引线之间给定的数字。紫色是七五，然后九十，所以我要变成上面这个数字。对。啊，好，这两个加起来要三十。什么东西加起来会是三十？二十五跟五。好，这个绿色，哦，不，一五一五哦。一五就只能九十跟那个二十五啊。但他搞不好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知道这个蓝色跟黄色，它一定是在这里，没错。好，黄色跟这个要变成四十五，黄色是二十五，六十五，一百，七十五，对，那搞不好是对的哦。蓝色跟这个位置要合起来是九十五，蓝色是九十，剩这边。对，上下换，那两个上下换。哦，这个修的，这是怎么修的，啊？我不知道。电线不是在外面吗？另外一台电梯。Mesticus has a private elevator. What snobbery！ 又一个坏掉的。我觉得剩电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吧。搞不好一天到晚他们的工具都被偷，有可能。This one is broken too. 现在我可以用这个吗？不会，这个也不行。我们这边还有啊。有时候就是在你没有特别注意到的地方。开始按就对了，开始我的表演，按就对了。而且我觉得解谜游戏都会有个点，就是会有一些看起来真的马上就会觉得，就是他，他怎么会在这里？他不应该在这里的，那就是他了。磁铁可以这样吗？噔！其实想想那个磁铁的，如果那么强烈的话，那个磁铁的磁性是超强，好吧？对啊。Guess the storm did something with the electricity. 正常引线代替被烧坏了。我没有工具箱的钥匙。应该是那个吧。噔噔噔噔噔，保险丝。
应该是保险丝。I hope this will work. 。Come in, come in. Believe it or not, I admire you. I can see all those losers ain't been able to stop you from getting here. So I have a proposition for you. Come work for me. I surely need a guy as capable as you are. I didn't come here looking for a job. In fact, my future looks brighter than yours. Slow down, friend. That's no way to treat somebody who's offering you a job. Maybe you need a little bit more negotiation. Will 100,000 be enough?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oney. Neither of these things can bring Barbara back. Are you really going to pull the trigger because of her? Silly, silly boy. Okay, let's measure our strengths. Huh.这个吗？左边先。喂。这就是一个。反派打很多枪打不到主角，主角一枪就中。That's him. He killed him. Hardly, boy. That man was with me in his apartment when all this happened, so he has an alibi. Thank you, Lieutenant. Leave the rest to me, my friend. Take care. 谢谢大家，我们结束了呢。因为我的 rush， 所以好像才六集还七集吧，应该是吧。你等下看有没有那个啊？他好像还有隐藏关卡，隐藏关卡又是下一集了。超快，超快耶！对啊，我有看到时间。天哪，我好惊讶啊！很惊讶，很快就结束。对啊。好啦，也不能太惊讶，因为这一次毕竟我一整个系列都很 rush， 真的。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是番茄 Uri， 那我们把它主要关卡都结束了呢，耶耶！那我们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帮我们订阅我们的 YouTube， 然后记得啊通知小铃铛，所以你要不要开好了，因为有点烦。好，那如果有推荐游戏，可以在下方留言，包括解谜游戏啊，或是其他游戏都可以。或是想要看我们大家一起多人游玩的，那有推荐的也可以在 FB 的粉丝专页就是进行私讯这样，那大家也可以去以方的频道看看哦。我的 YouTube 首页旁边推荐频道以方频道，以方有蛮多的解谜游戏，对，我有心情会上的话，对，欢迎大家帮我们分享哦，耶、yeah ！那我们就结束了，对，结束了。他这个是有点长，对他，他这是重来了，那我们就关掉吧。这应该是推荐了，这应该是推荐了。好的，好，接下来奖励故事章节我们就下一集再见，下一集再见，大家再见，拜拜。